我是评书演员梁军。昨天咱们说到，宋惠莲想跟西门庆啊过一夜，西门庆没地方，就找到潘金莲商量，想借金莲的屋一用。那潘金莲哪答应啊，张嘴骂道：“你甭臭不要脸了，随你和他想到哪儿倒去就到哪儿倒去，叫他在俺这儿，俺可没处安放他呀。就算我答应了你，你问问春梅那死丫头答应不答应，她要答应了我也就依你。”西门庆听罢嘴中这么一乐，说：“她肯定是不答应啊。爸，即使你们娘们不肯答应，我就和她奔花园那山洞里过一夜。你吩咐丫头拿起床铺盖生点火，不然我这一夜可怎么过呀，腿冷了点了。”潘金莲一听啊，又气又笑，说：“甭让我骂出你好听的来，贼奴才淫妇，她是养你的娘啊，还是你八辈的活祖宗啊？你是属王祥的，寒冬腊月行孝顺，在那石头床子上卧冰呢。”潘金莲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个典故，王祥卧冰是中国古代24孝中最为孝顺的一出。说是东汉有一个人叫王祥，非常孝顺。有一次寒冬腊月，他的后妈病了，想吃鱼汤。这王祥啊，赶紧到河边给他娘来打鱼，不想河边都已冻冰，王祥没辙呀。一想到自己的娘要我吃鱼，于是顾不上别的，把上衣这么一脱，趴在冰上，想用肚子上的温度去把这冰化了，然后打鱼。不想这一笑感动了鱼仙呐，突然地咔啦这么一裂，两个鲤鱼当场蹦出以笑王祥。这就是中国古代有名的24孝之一，王祥卧冰。但是潘金莲可没夸西门庆，他说王祥卧冰啊，实际上这讽刺西门庆在石头床子上趴着那个。西门庆一听当然明白了，西门庆就乐了：“一个死东西，少奚落我！算了，好歹让丫头给我生个大大的火盆。”金莲一听说：“那你去吧，我知道。”当天晚上，众人席散，金莲就吩咐秋菊抱了两床铺盖，又在那山子洞里啊拢了一大盆炭火。嘿，西门庆安排的还挺好。咱们再说宋惠莲。宋五月娘、李娇儿、三娘孟玉楼走到后边的仪门口啊，故意的就说了：“娘啊，孝子不送您了，俺回前头去睡吧。”月娘一听：“哎，也罢，天晚了，你回前头睡吧，早点啊。”哎，这宋惠莲呢，打发月娘进了小院，还在这仪门口偷偷站着，见四周无人，一溜烟儿奔着山的底下藏春屋洞里就去了。宋惠莲走到花园门口，还以为西门庆尚未进来，就不曾叩门的，只把那门呢虚掩着。没想到他这门不关呢，可就惹出事儿了。宋惠莲还没料到这些呢，先来到藏春屋的雪洞子，只见那西门庆早来了，在那儿秉烛而坐。宋惠莲走到里面一感觉，哎呀，这冷气袭人呐，到处全是土。于是由打袖中取出两根大藏香，由打灯上这地上啊插在地上，哎，还得搞点情趣啊。虽然这地上啊弄着一大盆炭火，那还冷啊一大袋，为什么呀？没烧炕啊。这婆娘先在炕上铺好床，炕上啊还盖着一个大床铺上。
宋慧莲走到前边，把这雪洞的门就给关上了。两个人上床就寝，西门庆挺高兴，脱去上衣白绫道袍，坐在炕上，把这女人的裤子给脱了。两个人搂在怀里开始接吻，却不妨另外有一个人已跟着宋慧莲的后边悄悄的跟来。这人是谁呀？潘金莲。潘金莲估摸着两个人该会齐了，在房中就把那一具棺材摘了，轻移帘布，悄悄的走回了窃听。这不来到角门口吗？咱们前文书说过，宋慧莲呢没把这角门口给反锁上，潘金莲一家暗求，把这小门一推开，显身消步而入，也不怕摊开的冰啊透了灵脱，也不怕野花刺儿抓伤了裙子，蹑手蹑脚，藏身隐匿，在这唐春屋夜窗子下站在外头偷听。关了好一会儿，这里边灯火上明，这宋慧莲就跟着放肆的哈哈大笑说：“哟，冷肚子里舍兵，把你贼受罪不记的这个老花子，寻的没个本事，找个好地方，赶到这寒冰地狱里来了。赶明儿个，闲条绳子冻死了你的，分外拉就是了。”接着又说：“冷呵呵的，睡了就是了，干嘛呀？仔细的看我的脚，你看过那小脚，哼，多了去了。”谁都像俺这么可怜呢，正经别说好鞋都没有，你若看多了不嫌磕碜呢，到明儿个你呀给我几个钱，我买各色鞋面啊，我好能做几双鞋也让你看着养眼不嘞。西门庆一听啊笑了，一面端详着宋慧莲的精巧的小脚，一面说：“我儿不要紧，到明儿个我拿几个钱替你买各色的绸缎鞋面啊，让你穿的漂漂亮亮的。我今天就稀罕你的脚啊，比你五娘的脚还小一点呢。”女人一听啊撇了撇嘴：“哟，拿什么比她呀？不瞒您说呢，昨儿个我偷偷的拿了她的鞋呀略试了试，哎呦，那鞋呀还能套着我的鞋穿呢，证明我这脚正经比她小一号呢。其实啊我倒不在乎那脚大脚小的，只要鞋样子周正才成呢。”潘金莲在外边听了气坏了，心的话：“这个奴才淫妇啊，等我再听一会儿看他还胡说些什么。”接着又提，这老婆就问西门庆道：“哎，我是当家的，列母家第五位这个吴老娘啊，你娶了他们家多长时间了？她是大姑娘出嫁的还是寡妇再婚的？”“嗨，也是个寡妇回头人呗。”女人一听乐了：“哎呦，怪不得呢，那是老手了，酒灌老成的，感情你也是个意中人，你们两口子是不是露水夫妻干成的呀？”西门庆尚未回答，潘金莲在外头一听啊气的那俩胳膊都软了，半天一脚一不动，心的话：“哎呦，若叫这淫妇奴才在里边还不时间长了，把俺们都给吃死了啊！”张嘴当时就要骂街，又恐怕西门庆性子不好，回头出来把自己打一顿，倒叫那婆娘看个笑话。转念这么一想啊，得了，忍了忍气吧。可是又一想，不行，这俩明儿个不认账，爸爸，我给他留个记号，让他知道明儿个我再跟他算账。潘金莲想好了，回到角门口，揉打头上拔下一根银簪子，把这门给倒插了。嘿，把那银簪子系在那门的环子上，使你在里头啊打不开门，证明有人给你反锁上，直到昨天晚上有人来给你们这对狗男女啊留个纪念。潘金莲想到这儿，越想越气，懊恼回房，一宿都不曾睡着。第二天一大清早，宋慧莲先爬起来，穿上衣裳，脸都没法洗，蓬头垢面的走了出来，见着脚门啊里边没插，吃了一惊，突然一想：“哎呦，坏了，昨天晚上我咋没插门呢？”想到这儿赶紧用手啊一拉那门，
拉了半天这门拉不开，宋惠莲就知道坏事了，赶紧走回屋里告诉西门庆。西门庆啊也挺纳闷，嚷嚷一嗓子，隔壁啊是六娘李瓶儿的房子，李瓶儿就叫大丫头迎春出来了。西门庆叫他由打外边把门打开，迎春一看，哟，一个簪子把门给反插着，不知道是谁的，于是把门一打开呀，把簪子交给了宋惠莲。宋惠莲仔细一瞧，知道是五娘潘金莲的簪子，就知道昨天晚上的私房话都被潘金莲给听了过去。这女人吓坏了，心怀着鬼胎，走到前边打开房门，嘿，只见平儿啊正打茅房里出来，看见宋惠莲只是笑。宋惠莲还没梳头呢，气哼哼的骂道：死东西，谁跟你呲牙咧嘴的笑呢？平儿乐了，说：嫂子，俺们笑笑你也生气呀？惠莲骂道：大清早的你平白笑什么？嘿嘿，我笑嫂子三天没吃饭眼前花，我猜你啊昨一宿没回家。惠莲一听这话，那脸腾就红了，骂道：黄口拔舌的贼把鬼的烂舌根子，我哪天晚上不在屋里睡，咋的不来家了？平安乐了，高声叫道：哎，嫂子你还抵赖，才将看嫂子你屋里锁着门，你赖得过去吗？你我早晨起来刚上茅房，正由打你门口过来，混蛋，我早晨起身就奔五娘屋里，才将出来，你这死东西哪能看得见我呀？对对对，您老人家肯定在五娘屋里呢，而且五娘啊还教你啊腌螃蟹呢，说你那俩腿一撇呀比螃蟹撇的还宽呢，怪不得呢五娘叫你大门口看着那卖簸箕的，说你呀，哼，能扎得个好舌头嘞。说了半天平安讲的什么意思呢？实际上是讽刺宋惠莲和西门庆的私情呢。才将的腌螃蟹腿儿、卖簸箕扎好舌头，都是当时农村骂人的话，很难听。宋惠莲明白不明白？当然明白了，当场就急了，又打门边拿起个门眼条子来，赶着这平安绕院子大骂街，说：死东西，看我明儿个对你爹说不说，不给你个功德你也不怕，狂得没边了，你想咋着？平安一听啊，乐得哈哈的：嫂子您悠着点吧，你想对谁说呀？我知道你攀高枝上去了，跟爹一说，爹指定啊来打我，对不对？一说呀，宋惠莲更急了，赶着这平安只是打，不料戴安有打后边走了出来，一伸手当场拦住了宋惠莲，说：嫂子你干嘛打他呀？惠莲说：你问他，呲牙的死东西，口里胡说八道的，把老娘的胳膊都给气软了。平安一得手奔外头跑了，戴安推着他说：嫂子您可甭生气了，您瞧头都没梳呢，先奔屋里梳头去吧。这女人一听啊也就泄了气，由打腰间荷包里取出三分银子递给戴安说：哎呦，亏得你拦住啊，要不然呢把这死东西给他打烂糊了。现在麻烦你给我拿个大碗来，弄两碗杂碎汤来买给我吃，买回来分两碗，你一碗我一碗，成不成？戴安一听，那好，那谢谢嫂子了，我待会儿就去。一面用手接了银子，连忙出去了。宋惠莲看这戴安走了，赶紧进到屋把脸洗了，梳好了妆。这一会子戴安也回来，端了两碗羊杂碎汤。这女人挺高兴，让戴安吃了一碗，配了两个烧饼，自己呀、啊、也吃了一碗，这才锁上门到后边吴月娘的房里啊打了个卯，然后来到金莲的房中。潘金莲也才起来，正在临镜梳头呢，这宋惠莲啊低着头陪着小心进了去，给这五娘叩了个头，在旁边拿着个镜子端洗脚洗手水，殷勤着侍奉着。潘金莲一看宋惠莲来了，心里挺生气，正眼也不瞧这女人一眼。这惠莲就小心翼翼地说：娘啊，您的睡鞋外加裹脚我给您卷好收了去洗呈报。金莲一听，哟，我哪敢使您呢，您放着吧，叫个小丫头进来收。秋菊死奴才奔哪儿去了？
桂莲说，哦，秋菊扫地呢，春梅姐在那梳头呢，这点活我都干了吧。潘金莲一听，哟，您可甭管他，您丢着吧，等那帮死丫头们来收拾。这鞋和裹脚都脏了吧唧的，没的脏了嫂子的手啊，你赶紧服侍你爹吧，你爹多聪明啊，也得你这么个人服侍着他，那才可他的心呢。俺们是谁呀？露水夫妻，寡妇待嫁的。只有嫂子您正名正底，名言正顺，做个大花轿给娶了来的，那是他的正头老婆。俺们是谁呀？野地里捡来的，扔了都没人要。这宋惠莲一听啊，知道昨天晚上的话都被金莲听见了，心里吓坏了，赶紧向前双膝跪下说，娘啊，您是小子的主子，娘不高抬贵手，小人再站一时也是站不住的，当初不因娘宽恩，小的也不肯跟爹在一块儿啊，就是后边的大娘，嗨，这娘们说个心里话吧，不过顶个名儿罢了，小的今后还得靠娘多抬举才是呢，小的死了也不敢在娘面前欺心不是，随娘查访，小的但凡有一个字敢说娘，到明儿个不逢好死，一个毛孔生个大钉闯。金莲一听，哎，我说嫂子您可甭这么说，那俺们是谁，嫂子又是谁呀，俺们眼里揉不下沙子，汉子既然娶了你，难道俺们还跟汉子争你不成，只是有一条，不许你在汉子面前弄滚胡言乱语的，你说你打算把俺们踩在脚底下，你要在中间蹦跶，我告诉你姐姐，跟你正经说了吧，你趁早把这心呢给我撂到黄土地那儿去吧。桂莲一听，娘啊，您再打听打听去，小的永远也不敢有这样的事儿啊，只怕昨天晚上娘啊您听错了。金莲一听冷笑一声，哼，我的傻嫂子，我闲得发慌了，听你们床头话去，我实话对你说了吧，十个老婆买不住一个汉子的心呐，你爹啥人呐，我最了解了，家里有这几个老婆在外边请人家粉头来家，一点都不瞒我，一五一十的都跟我说了，就说你六娘李瓶儿吧，当初在外头怎么偷了她，哼，两口子一个鼻孔出气，回家什么事儿那汉子不跟我说呀，你还能跟六娘比吗，差远了吧你。这几句话说的宋惠莲是哑口无言，在房中站了一会儿走了出来，心想，哦，感情啊潘金莲昨天晚上没听窗户根去，这些话有可能是西门庆啊跟他说的，越想越气，越想啊越想找西门庆打架，刚走到后边一门夹道里，抬头看见西门庆正好要奔潘金莲屋里去，这惠莲就骂道，你个好东西好人呐，昨儿个人家对你说的话今儿一大早就告诉了潘金莲啊，今天叫人家死了活了的数了我一顿，我跟你说的话明白的放在心里放烂了才好，凭什么对人说，感情你这嘴头子是个走水的烂槽子，我有心里话明儿个不跟你说了。西门庆一听，什么话什么话呀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你不知道你知道个什么呀你。这女的恶狠狠地瞪了西门庆一眼，奔前头就走了。这西门庆还莫名其妙呢，走到潘金莲的房里，潘金莲啊也跟那装傻，西门庆时间一长好像回过点味儿了，谁知道宋惠莲呢自此以后非但没有收敛，反而公开的跟西门庆勾搭在一起。您还真甭说，宋惠莲的嘴乖，长得也漂亮，那心呢也挺聪明，把个西门庆迷糊的五迷三道的，时间长了经常给这宋惠莲钱，哎，这宋惠莲的腰包渐渐的就鼓了起来，常在大门口这么一站，买东买西，赶着这副伙计叫副大郎，管陈经济啊叫姑父，管这伙计鸡四叫老四，嘿，还挺亲近。自己因为和西门庆勾搭起来了，越发的在人面前打扮的花里胡哨的，常和众下人呢打牙犯嘴，全无忌讳。这天下午，宋惠莲又扭的扭的扭的到大门口，
往对过铺子里嚷嚷一句：“不得了啊，麻烦你一下，到门口替我看着，有的卖花粉的给我叫过来。”副伙计这人多贼呀，一看宋慧莲扭出来了，赶紧嚷一句：“行嘞，大嫂子，您了放心吧。”就走到这门口替他看着，只要有卖花的卖粉的一过来，嘿，这副伙计赶紧把人给留下，到后边一喊：“哎，嫂子，来了您呐。”宋慧莲扭的扭的就出来了：“哟，卖粉的来了，我买点。”一面把卖粉的叫到旁边，挑东拣西，吆五喝六，那份德行大了去了。戴安在旁边就故意的跟他开玩笑说：“嫂子，卖粉的早晨出去了，你要早出来能买点好的，这粉算什么呀，忒次了一点了。你要买好的，明儿我给你拿个秤买个二三斤的，怎么着？”宋慧莲一听就跟他骂：“贼猴子，这粉是里边五娘六娘让我买的，他们自己往脸上擦，你跑那胡沁什么？三斤胭脂二斤粉的还拿秤要称，叫谁擦去？你倒是擀面条下面条呢，跑着瞎说，等着看我进去对五娘说不说。”戴安一听啊，乐了：“哎呦，嫂子嫂子，动不动拿五娘吓人是不是？行了，我怕您，行了吧，我怕您。”宋慧莲得意的一回头又嚷嚷：“季老四，我对你说，在大门口看着有卖梅花菊花的，我要买两对戴戴。”那季四一听啊，宁肯误了买卖都得跑大门口啊那么一站，搁当街上看见有卖梅花的卖菊花的，赶紧给他拦住，请宋慧莲大姑奶奶来买。那个年代呀，女人嘛，稍微有点身份的女人还讲究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，这您才明白为什么叫副伙计还有鸡子在当街拦人呢，得进到二门里这才能做个小买卖。这帮小贩们进到二层门里，宋慧莲牛大发了，往那二层门那么一站，挑肥拣瘦，挑东拣西，好不容易买了两瓣花翠，又要了两方紫灵闪色的镶金汗金的，一共7钱5分银子，按现在来讲是相当贵的东西。这女人根本不在乎，有打腰里啊摸出半块银子，央求鸡四给她凿下来，只称7钱5分给她。那鸡四正门口写着账呢，连账都不写了，赶紧走过来用银剪子替宋慧莲剪这银子。戴安旁边站出来说：“嫂子，甭让鸡伙计弄了，我来帮您干。”一面把这银子都抢过来，根本不跟他凿，就跟着瞧这银子。这宋慧莲还挺奇怪：“贼猴，你不跟着凿瞎看什么？你半夜里又没听见狗叫，难道是我偷来的银子啊？”戴安一听乐了：“偷倒没偷，我觉得这银子吧有点眼熟，好像是俺爹银子包里的，你信不信呢？”宋慧莲怎么回答呀？咱们明天再说。